是一个新住民，出生在香港，因缘际会之下我就来这里上课。我本身是闽南人，但是当我踏入这个场域里面，提供的很多的讯息让我对客家的文化有很多深刻的了解。这个客家文化馆做乜嘢会来？因为俺本身都客家人，俺本身算半只客家人，爸爸是外省人，一句客家话就唔会讲。客委会要在苗栗建造一个馆，第一个国家级的馆舍，我就开始召集很多的朋友来报名。有生之年呢，我来为客家做点事情。你们都不来，好，我来好了啦。我入来台湾客家文化馆今年第十年，特别有环境教育一个部分过后，我就感觉环境教育推广一下。这个园区呢，做的是自然生态工法，所以你去到那边看到了一些步道的一个边坡的部分，它是用石头石砌的，背负我们老祖先的自然工法的精神。我本身有带一些外国人来馆里边去参观啊，他们有做擂茶，国外就喝茶啊，没有磨，觉得好神奇哦。我们有展场服务的志工，环境教育的志工，有图资志工，还有一个导览志工。进来我们的园区，不只能够学习客家文化，更能够懂得爱护大地。我在这边学到了蛮多的东西，从前面开始讲十个人，到后来变成十五个人，我觉得我成功了。当这边的志工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去回馈给社会。这也好像一个家的感觉，一个 home， 一个家的感觉，很温馨。我们看到所有志工因为来这里以后跟我们一样喜欢这个团队，我很感谢志工朋友完全的能够接受以这个地方为一个力量的汇集的地方，无私奉献，而且还会互相激励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这个地方更好。十年来呢，你看转过来嘛，花落盛开，蝴蝶自来嘛，希望这个团越来越壮大。老伙伴十年了，谢谢您陪我走了十年，更感谢教导我十年。台湾客家文化馆十四了，不简单哦，年年进步，年年快乐。十四了，生日了，希望继续还有当多当多的十年，继续努力向前，加油！台湾客家文化馆已经十周年了，十周年的生日也已经快到了哈，啊，祝福生日快乐，啊，我就用也客家版的祝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祝你每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